哈哈，原来奥特曼你也是有弱点的！哼哼，奥特曼，你不是挺厉害的吗？还手啊！识相的话，把能量值给我交出来！ 要不然，别怪我不客气。看来能量值比你的妻儿都重要。是交还是不交？ 住手！我把能量石交给你，这就对了嘛，早点交出来，何必受这皮肉之苦？拿来！不要！来！来！就像阳光穿过黑夜，黎明悄悄。